再一个，这事儿太忙了，待会儿他也下班了。你多上几种，但我就用过这两种，但是好多好多的东西我都没有用过。你让我熟悉熟悉啊，一点点来。亚太没有谢，谢谢亚洲。谢谢大家的灯牌。买了三体纸，好像第一次买纸的话，应该好像4块多吧，正常是9块9，应该是4块多吧。你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，我更新了呀。你丫头带货了吗？没有，就把车开开了而已。莫尘说都跟着丫头买，我只不过觉得就是很方便一点，就放在洗手间整个挂钩。我上哪整土豆啊？等我看一看，等我看一看我用过的东西，我挂上。你带货我就取关你，我没带货的时候我也没有看你关注我呀。往事如烟呐，时隔多年，谢谢我上哥。你买了三题，那么第一题买的话是4块多吗？卫生巾你就别带了，没有带。怎么的？瞧不起我们直播间女孩子少啊？女孩子扣小一，哪里有小黄车？我到现在我还没研究明白呢，家人们。哦，就是好像点我的主页，完了下边左边右主页的左右边吧就有吧。谢谢时光哥，看女孩子也不少。谢时光送来的跑车，你们买那玩意儿。有点奇葩。我还没整懂呢，你等等我。啦啦啦啦啦啦的，怎么20%多少？你早应该带货了，暂时还不会带吧？就可能会开个这个小车挂着玩嘛，99%都是男的，那不是啊，有女的，有提成吗？有1毛。谢谢长青，谢谢我们的森林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着，应该是带那个，应该是1毛。哒哒的真，我主要是我也不用卫生巾呢。我一般也不出弯呢，主要是那玩意。我看看啊，太少了。那你想要多少？总共才几块钱呀？再说了，生活用品嘛，在那买都是买。主要好多东西，他们好多东西好像佣金都不高。也有很多，我看后台有好多，就有给10的、20的，完了还有10几的、5的、6的，这都有。这个是最少的，我带的，最便宜最少，但是我用的是最多的。5分，你想啥呢？5分呢？
哎呀，能不能讨论一些男孩子的问题，不要讨论女孩子问题？真是的，你这不用，真不用，那瞎操心。我都好多年不用了，因为我用的都不是这种了，都就换了。我来个这个，你们是更能想象，你才绝了呢。那对对对对，你快把我这边这个话语什么玩意儿赶紧散播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只有女孩子才知道为什么。男孩子是不知道。鹅的玩具还有什么？企鹅的挂件、衣服、零食、蜂蜜、小蜜蜂，还有什么？谢谢我们张张送来的墨镜，破费了，感谢关注。我要你的水壶，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我这个水壶给你。纯情小喜哥，你出去。没有。登山鞋、车挂架、鞋挣钱、U 盘。U 盘是不卖，U 盘是送的。
头发都凹秃了，你整点长头发的。皮带，东北大米，这个东北大米就不能乱刮，把小蜜蜂刮出去。有人要小蜜蜂啊？臭豆腐，酸菜，果冻，你用的口红，口红上，我用的口红真的，我用的口红还真不是很贵，它都有的是三四十块钱的，但是也有贵的，也有一二百块钱的啊，也有三四百的。蓝牙耳机，对不起老大，我来晚了，不晚不晚。嗯，你吃过的猪蹄儿算了吧。骨灰盒你有点过分了啊，出去，用不着。我挂上去，那个这车好像装不下我。哎呀，别闹，是啥土豆啊？我用的洗发的呀，我用的洗发的这个好像没看着有卖的，我是在线下买的，但是我在线上也买过，它是那种就是属于什么呢？因为我就是有一阵儿不就起头皮吗？它这是头皮屑的，完了使了一阵儿也不是那个啥吧，买了一箱还还挺贵的，买了一箱用了一阵儿用没了，完了我就在线下买的，但我一换那个洗发水的话就会起头皮。你把你几个徒弟挂上，你把插戏挂上，这是在犯罪。倒霉人口，下单了纸巾，谢谢，谢老板，谢谢广林，欢迎广林。又说了一遍五常大米，但我自己都我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我自己都分辨不出来啊，这个东西我没法给你挂哟。我可以买送你们点，我就不挂了。二硫化那个灯不认识。欢迎广林。因为就是我在成都这边买，要是买大米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就是那个超市嘛，也没有家里边那个吃那个大米好吃，也不知道是水的事儿啊，还是电饭锅的事儿，反正就是不太一样。还有二百的，你们是咋看见的？你们一个个怎么这么精明？七彩杂货铺，头像的左边，点头像左边右边就有吧，应该。我不太会弄，我可以，你们要是不嫌弃我麻烦的话，我现在可以研究研究，着急不？我咋没有勾手？你们着急不？你们不着急的话，咱边聊会儿天，我边研究研究。好不好？反正咱也就是聊聊天，我也不唱太多的歌，行不行？嗯，我看看他们那个小车是怎么弄的，他在直播间能看见那车是怎么弄的。这样的生活压抑的好累，完了你们研究研究。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。别着急啊，如今别无所谓，真心没有对，只问何不。大号女装，我直播的衣服可多了，不行，我把直播的衣服挂上吧。有我这样身材的吗？
错过几个他，用你最好的年华，这是青春的代价。上链接还真不会，我以前还真模仿过三二一上链接。走向那朵离家的云霞，飘去无人知晓。没申请是上不了的，我都已经弄完了，我自己在研究而已。有跟我身材差不多的吗？给你们看看，就是没有腰的这种。不用动，我自己站起来就好，就这种没有腰。咱俩差不多，有，我是男性。来一个说什么，我媳妇也没有腰，真的假的？旺夫什么玩意儿断货了？好像第一单是4块多。哎呀，谁老登我号啊？这又给我挤掉了，这一唱自己号被登我的。什么玩意儿没货了？货没了，买空了，卖光了。谢谢寡林。啥玩意儿没有了？你忘了，不好意思，你都登两三回了，我都点回来了。啥玩意儿没有了？眼泪轻轻的擦。我发现你们挺有潜力啊，那么多你都买没了。就还有啊，跟大家讲，就是购物啊好或少别买没用的啊，有用就买。达人正在备货中，那我得演演，就卖没了是搁哪上，啥都没有了，那就是卖没了，橱窗没有了。卖吃的，我给你们研一研吃的搁哪？你们想吃啥？我给你整点我吃的吧。我在抖音是买过的，好不好？我上了多少？我自己都不知道上了多少，我没有弄过。这不就没事大家弄吗？我看，哇，是真没有了。我上一下我自己的号吧。在没有点关注的，大家可以把关注点点。首次启动账号有风险，我怎么有风险？嘟嘟嘟，你们把啥都买没了呀？这一天，别花没有用的钱啊！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不好听，这个好听。你能看见这个东西吗？你俩看看我，能看见这儿吗？这个对吧？你们俩看了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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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没了，卖没了。
嗯，眼睛小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啊，我看到了。我不会弄。卖了多少单？但是我看见100多。你笨蛋啊！你弄什么？你准备带货了吗？我就是开个小吃看一看。断货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关门了，关门了。啊，哦，你看了半天，结果说我不会弄的，我多坦诚啊，我真的就不会弄啊。车在哪里？没有了，不用看了，唱歌吧。等我学会了咋弄怎么上的话，我再跟大家讲。你剃须刀给我上上，我没用过，我不知道啥好。我先给我爹整一个，他先试试啊。看看评价什么的。苦涩的海风阵阵吹送，海面一片朦胧，何处有你影踪？先唱首歌。远处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，吹牢我想起过去的岁月里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，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升。虽然你不在我身边，对你的情意永在我心田，此情此景，旧日的爱，只有回首说。你们用过什么牌子的？可以跟我讲一讲。苦涩的海风阵阵吹送，海面一片朦胧，何处有你影踪？远处汽笛声声夹着海浪声，吹牢我。岁月里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，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出。虽然你不在我身边，对你的情意永在我心田，此情此景。小姐把我哥送来的啤酒，叫我姑叔。想起过去的岁月里，在这残旧的海岸上，和你朝朝暮暮看日落又日升。虽然你不在我身边，对你的情意永远在心。此情此景，旧日的爱，只有回首说再见。
谢谢姑姑说，谢谢大家的灯牌。好重的仙气。谢谢宝哥，谢谢我姑叔，点赞了点赞了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小号无所谓了，点不点赞嘛。但是点赞是一个好习惯，家人们可以哦。推羊吗？不推，不整那玩意。少年的梦想，做最自由的光，理想的模样，身着朴素的衣裳，见过了渐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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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光，你呀骑个秋天来下，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，我们翻过山与晚霞，去寻无人知晓的花，你啊在黑夜别害怕，萤火月光。缺少个红点吗？明天八点播吗？不，我也不，明天不播，明天周三的话休息，周四播，别忘了疯狂周四啊。你好像胖了吗？把好像去掉。你这样直播我不累，你也不累。哦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好看啊，配这身衣服可以啊。行啊，初一，审美眼光可以啊。花仙子啊，现在没有名字哥哥送来的花环。有一首叫什么歌了，女驸马吧，叫什么了，葱肖黄梅戏，我整一个啊、哦、能不能配合一下我兄弟们，等我唱的时候啊，我找找啊，往哪里转播？来了。从小爸妈就对我讲，身段模样实现了我的愿望，面对着爱情的考量，黄素贞是我学习的榜样，女驸马的故事伴我成长，我的公子又在何方，为救你把我带回那个世界里。
再回到梦里。怎么样，能不能打90分？还可以吧。必须100分，谢谢大家夸奖。嗯，什么我的茶叶，你说我喝的水吗？我其实我跟大家讲哈，我的性格一点都不像女孩子。我比较爱喝咖啡，爱喝茶。嗯，咽着我的衣服了。而且唱的歌吧，也不是那种叫什么呢，也不是那种就像现在很流行的这样的歌，很时尚的歌，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的会唱，就这种歌，但是很喜欢听。换得普通的剧本，曲折辗转不过。恭喜菲儿，贺喜菲儿，高招状元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好好学习。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，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。大爷玩啥呀，我看看谁在吧。是赶路的人，他们不想玩了。是养家的人，是城市背景的呼声。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。我看看人家接不接吧。啊，我有个那个，这个是唱歌很好听的，他要接呢咱就玩一把，要不接咱就不玩了。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、这哽咽若你也相同，就是同路的朋友。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。谢谢包哥送来的啤酒。这个人是谁呀，我都忘记了。怎么我是不是就跟人家连过，所以才有那个互关的好友啊，但是我都忘记了人家那是干啥的了。好奇怪的名字。我敬你一杯酒，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，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，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。女团，我看看，应该是跳舞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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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忘记了，都跟人家啥时候连过的。来自于南方的村落，来自粗糙的双手。你站在楼宇的缝隙，可你没有退缩。我来自于北方的春天，来自一步一回首。背后有告别的路口，温暖每个日落。我给你随机一个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随机一个试试啊，我随时可能会挂断啊，你看看啊，但我这形象出去不能吓人吧？溜达溜达，哎。